郭富城祝福熊黛林怀孕，好事当然是充满祝福。来源：网易娱乐据香港媒体报道，郭富城主演的电影《破局》即将在香港上映，张智霖、郑丹瑞等一众好友到戏院率先观看，太太方圆亦到场支持。郭富城谈及自己的新戏也十分满足，自言十分有挑战性，特别是和王千源的合作，因为他真的十分有创造力，能带出很大的启发。而说到接下来全球通缉令的另一个对手梁朝伟，郭富城也十分欣赏，赞扬他十分有气场，和他的合作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问到舅奶熊黛林有传怀孕，有没有祝福他呢？他说因为最近都忙于工作，实在是没有关注这方面的消息，不过现在听到这些好事，那当然是充满祝福的了。而郭富城太太方圆穿上全黑的贴身打扮示人，看来产后已急速修身，状态甚勇。方圆贯彻低调作风，未到接受访问，只是跟随工作人员疾步进戏院欣赏老公郭富城的电影新作品。分享赞相关阅读。